参赛车总共回来，粮食他要放弃。注意安全，安全加油加油！所有人都撤。一帆能收到我们？从这节目一开始。好快！哇，同车是谁呀？没有，举太紧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偷懒，偷鸡啊！哇，你好好笑哦！有我在，我会超他的。这一圈一定要进站，这一圈一定要进。哎呦呦！来，注意安全。一号车是袁炯孝。没事。好好听。所有人超掉了没啊？应该没有。看吧，看出弯就知道了。对。帅。啊。在今天我就要离开了，然后给我带来好的消息，对，好的，谢谢，对啊，然后安全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好，乐无限，乐无限，哇，好好的比赛，然后大家也好好的生活，继续无限的追求我们的梦想，还有快乐。是因为打听了一下那边，他也会稳着开嘛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你们可以切磋一下，还有两分钟。好，马上要套圈了，已经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。好风光，嘿！记得看刹车。好。把我当成一个假想敌也好，目标也好，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反正也都没有我快。速度快一点啊，师傅！快！好，加油！袁炯孝现在在车上。好嚣张！不能让他超。来了！好快啊！他还故意来贴着我们走一下，帅死了！好快！袁炯孝追他，追不上！不可能！终于稍微有一点意思了，因为小袁来了，否则的话都要睡着了。有一点。很坏的呢，最后一圈不让我超。哎，你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店的代班店长魏哥，哎，欢迎，看一下有啥。快乐助力团今天就负责。袁哥，没出息。好，抱抱卡是什么？我的天，可以获得苏醒张远的鼓励拥抱。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样吧，化解一下，你自己报销算了。恭喜你们了，好吧？恭喜你们啊！确实是需要这个刹车片，对不对？跟咱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搞定没有？可以。坏了，超了！快，准备下一棒，加油！明天我相信。对，是的。所以。要想威胁到我们队的，怎么样打败我们吧？没别的了，明天直接夺冠了。本赛段将由目前暂列第一的，加油！在哪里了？稍微开快一点，本圈进站。检查要快一点。走。可以出吗？走。然后一分多被追上来了嘛，走上，先出吧。很无语，你跟他讲一下，罗斯。不是没有，现在他们就是说少一个不行，就是非要回来。下车吧，休息会儿吧。他现在不让跑，确实。一定要弄紧，你后面还跑那么久。我说一下我的看法。我觉得呢，首先我们算的最好的情况，最后也会差他五圈，保二争一，但最终还是希望夺冠的嘛。其实我们后面每一次进站节约一点时间，对吧？不进站，40分钟不进站是罚5秒，拉大距离了。我感觉他会追上四号，哇，并排走了。要超了，这个弯道要超了。超了，拉开距离了，好快，是不是真的可以？开得很快，哇，他好快啊！好，你这赛段结束了，那相当于我们错失了很多时间、很精彩。他24结束了，相当于我们错失了很多时间去追。刚刚真的快都超了好几台车。有机会的，不要急，要有信心。没关系，
还是有机会的，还是有机会的，来锤一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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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有机会的。等会出了就还是得搏一把。有信心拿冠军吗？我们是有信心拿第一的。这个比赛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输，所以他们才拼尽全力想要往回再拉一拉。我们现在是争第一呢，还是争第二呢？争第一。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坐坐坐坐。来。说一下，后皮有什么还 OK？但前皮已经到了刚才那辆车出事的后果，我只是提醒，好吧？啥时候换？啥时候换？快！没时间换，赶紧赶紧赶紧！一番一番的收到，收到，请回复。前刹车片已经比较少，要注意安全。各个车组离比赛结束还有要这样子吗？哦，没有时间了，冲不了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很棒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耶耶耶！来。辛苦啦，厉害厉害啊！来来来，乐无限乐无限乐无限，来来来，乐无限，加油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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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飞驰吧少年24小时无限梦想赛呢，是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尾声，为24小时无限梦想赛。快乐助力团是广汽本田全新纯电车型 ENP1 极派一，有请。声音没有，好安静啊。谢谢，再次再次再次参加完我们这个这次来呢，发现给亚哥挖坑。你看他们谁先上谁后上，科技啊，你们有几位少年很遗憾没有走到这一阶段。对了，很重要了，我们还是应该。第三名了，恭喜我们的宜宿广场。感谢感谢。厂牌主理人和我们的厂牌成员来到我们的领奖台。钉子布，钉子布，钉子布，不然站不下。谢谢。荣誉啊，但是呢这一季啊在这个车技的切磋中互相，因为呢我们都在带到大众的视野里来。选手当中呢有一位是当中的 OG， 让我们有请乐无限啊宋振豪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。他是所有来参加这一次飞驰吧少年所有少年的梦想，去为我们的队伍出赛，就像陪伴了我们一整季的梦想同行者广汽本田一样，汽车文化的决心。谢谢各位。主理人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应。我就说点儿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汽车文化的推广者，但是我会用我们的肩膀。我们是汽车大国，然后我也合作协调注意力。非常感谢宜宿广场牌，包括在比赛当中。来来，我们先有请，来来来来来，有请有请。因为我们厂牌还有周博豪老师嘛，他今天没有时间过来，所以他写了一封信，手写的哇，真的哦。我帮他念一下啊，亲爱的少年们，我是博豪。飞驰吧少年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汽车节目，我相信只要心中有梦，永远都可以是少年。很开心认识了正豪、一帆、小宝、荣耀、大乔，以及我的合伙人付金老师。感谢大家的努力，组建了今天的乐无限厂牌。我们像家人般并肩作战，无论你们此刻是否站在讲台上，我都会为你们感到骄傲。你们辛苦啦！希望你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厂牌精神，通过节目带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乐无限的口号：无负青春，无限追梦。加油！我相信这档节目一定让更多人喜欢汽车文化，让中国的汽车文化有无限可能。记得，开心最重要。周博豪，我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里，看到一群发光的你们，谢谢梦辰、小宝以及我们在场的女性朋友，包括在收看这档综艺的女性朋友。虽然单凭我们或许不足以消弭世人对女司机的偏见，
但你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比很多普通司机厉害多了。汽车呢，都不只是代步工具了，司机又何必去限定男女呢？我们去哪里一无所求，却发现一切都在那里等候。所以和你们相遇，我觉得是我此行的荣誉嘉奖，谢谢大家。漂亮。用到了我们这几位我们厂牌的成员，然后给他们一点掌声，是他们让我们站在这里的。其实我开始来的时候对这个汽车文化没有那么了解，总决赛我就可以脱口而出的来跟苏西。辛苦辛苦辛苦。最后让我们少年、好浪漫哇。我勇敢的，这里有峡谷柔云地通一无，这里有剑可能埋岛和歌唱。虽然在比赛的时候大家你追我赶的，因为呢我们都在做这文化带到大众的视野里来。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们，